吃一斤羊肉，拿过去给我们姨妈，哎呀，给我们兄弟那边的，回去村上再做几只土鸡，我走。到了，都是土鸡。看到没有？够了三碗了，你看。这飞这样啊，卡一下。抓土鸡，抓土鸡，抓土鸡，抓土鸡。看上去那种是神鸡吧？关小神鸡啊！关小的哦，大个拢是公鸡。看到个大的。神鸡根本不能打鼓啊！好轻呢，都差不多。我在挑选，他不带你看两个金金的，搞个大一点，你画。不要吧，破。两只，不能进 ACJP 了，对吧？你们说没事，别急的，可以了，回去。两只，八斤多，四斤多一只，不是很大哦。合适的。没办法，这个鸡子只有这么大，想抓大一点的，我抓那个五六斤的，再加一些羊肉吧，加五斤羊肉够了。我们过去兄弟老白那边选。